蹲拧腰转动，肩膀后背往前送，脚往后点地，重点去找上半身和下半身拧腰对抗的力量。出气，吸气，所有芭蕾的动作基本上都是保持同一个呼吸的频率。当你的动作是在做往下的时候，我们吐气向下，往上吸气，出，吸，小蛮腰的练习，姐妹们重点来调整呼吸，尤其是苹果型身材的姐妹，把呼吸调整好了，你哪怕每天不去做拧腰，不去做腰腹的训练，也会发现自己的腰会越来越细啊。再来吐气，吸气，非常好，后背肩膀往前给，手向前，脚向后延伸。欢迎我们的平生静好，欢迎我们的百毒不侵，刚刚点了关注。新同学也都可以跟老师说一下，你们是小肚腩的肉肉比较多，还是游泳比较多，哪个地方肉多扣在公屏上。现在老师带着大家练习的小蛮腰，重点瘦腰瘦肚子啊。老师的直播时间早课8:30到10:30，晚课7:00到9:00，晚霞同学可以记住一下老师的上课时间，每天准时打卡。再来吐气，小马呵呵呵都多的姐妹再去找，把呼吸配合起来，吐气，吸气，准备换动作，双脚收回，双手平举在身旁。我们的练就百毒不侵是肚脐下摆的肉肉比较多，小肚腩肉肉多的姐妹现在去调整一下我们的骨盆直立感，注意不能塌腰撅屁股，把你的整个耻骨往前顶，臀大肌收紧，把臀大肌收紧，胯往上提起，准备换动作，双脚正步关回，半蹲尾椎骨向下，躺点地，再来一次，吸气，出气，准备换脚，反方向，柠檬之前是肚子腰肉多，现在都没了，继续加油啊！这个动作带着姐妹们挤压侧腰肌，提拉自摇侧腰肌，告别腰上的游泳圈。姨妈期的姐妹腰腹的动作我们先休息，姐妹们出气，吸气，左上方的福袋马上就要开了，咱们新同学老同学也都可以领取一下，旁腰去挤压，旁腰向上提，非常好。现在的这个动作重心还是要放在主力脚上，从小点地的这只脚没有重量啊，姐妹们，再来一次出气，告别自己的肋骨外翻，告别我们的胃囊突出。姐妹们在做的时候不光是要注意我们呼吸的配合，还要去调整一下，其实臀大肌有很多同学特别容易松，然后呢你的腰就会经常是塌腰撅屁股的体态，小肚子就会越来越往下掉，而且自己腰也都会容易特别酸。姐妹们在做的时候慢慢的调整一下腰椎骨盆的直立，注意让我们的臀大肌往里包往里收，然后耻骨往前顶，感觉小腹的这个部位应该是平坦的，这样的话小肚腩肉肉自然越来越少啊。双手叉腰，肩膀下沉，脚向后擦地点地，吸气，出气，后背挺拔向上拎。姐妹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就要想象一下咱们的整个人是挺拔直立向上的。恭喜我们的尖尖细流今天中奖两次，中了奖的姐妹也都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小爱心，帮老师送出一颗两颗小星星。再来一次，吸气，出气，脚点地向后延伸，臀大肌主动收。看到我们的冰冰说，自从跟着老师学习，学到了好多这方面的知识。跟练老师的芭蕾课，姐妹们，慢慢的，我们其实身体会越来越有力量，而且你身体的协调性都会越来越好。老师的芭蕾课程不光是瘦身塑形练气质，后面还有呵呵，想要减掉胃囊和腰腹的肉肉的，你放心跟练老师的课程，每天不用想着说我不能吃饭，我要节食，我每天仰卧起坐，这些没有用。跟练老师的课程，慢慢去完成，3天5天就能看到自己的腰围的变化了啊。再来一次，吸气，出气，
后背挺拔向上撸。五、六，准备加上半蹲去出脚，在这抖抖抖，控制好膝关节，大腿肌肉使劲，臀大肌使劲，出气，吸气。呼吸的配合，姐妹们，我们的呼吸往上的时候吸气，往下的时候吐气，保持这样动作的频率和呼吸的频率就可以了啊。45岁当然能减，老师直播间有很多优秀的姐姐都已经60岁、70岁还在跟练，还能减掉肉肉呢。45岁还是年轻的妹妹，一起加油啊！姐妹们现在也都可以把自己的年龄扣在公屏上，让老师看看今天直播间我们是姐姐多还是妹妹多。准备加手配合，吐气，吸气，臀大肌主动收紧，特别我们的假胯宽和臀凹线。新同学尽可能去找到整个屁股，不能往后撅，把屁股收回。再来一次，我们的小马看到了没有？像我们的毛毛与晨晨都是差不多同龄的姐妹，在跟练老师的课程。我们的邻居家开心舞都已经是50多岁、60岁的姐姐都在跟练呢。所以老师的课程没有年龄限制啊，任何年龄都可以放心跟。双下巴，姐妹们，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甩掉的，包括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大师姐，为啥双下巴已经成功甩掉了，就是坚持跟练。新同学先跟着老师坚持打卡，吸气，刚看到我的体重瘦个2斤，我明天就要捏到我的腰上一点肉没有。有的时候你这样总是去想，你会发现哎自己很焦虑，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每天就是跟着老师享受跳舞的时光，想发现自己一下子就有进步了，这样也会更有成就感啊。我们的姐妹继续加油，感觉站得直了是不是？非常棒。呼吸 ，Pull the breath， 手打开，吐气。我们的冰冰都已经能帮着别人纠正站姿了，朋友们，舞蹈加上脚下的小碎步，虽微，一，大大二，提腕手打开。芳草同学说的非常对，有的时候我们想着说我要快速的3天5天我就要立刻看到结果，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细水长流。老师希望我们的芭蕾课程是细水长流，带着大家一起跳到老，跳到80岁，跳到100岁，享受跳舞时候的优雅，享受内心的宁静。提问，老同学慢慢带上一点笑容和舞感，微微抬头往前看，提问往上看，吐气回正，提问 Pull the breath 向上，Pull the bra 向前，眼睛看手 ，and one, two, three, four， 延伸手指尖。我们刚刚点了关注的莎莉，莎莉喜欢老师的芭蕾舞吗？也可以跟着老师现在第一个动作一起完成啊，双手打开。单腿趴 C 向上，老同学注意膝盖再站开，弓箭步大思维踩住，延伸手指尖修长的，再来一次 and one。老同学要带上我们的美感啊，大师姐们带上跳舞时候优美的状态，吸气。呼吸，手打开，收，成功完成。姐妹们，来，现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享受自己跳舞时候的这种内心的宁静，享受自己舞蹈的状态？眼睛看手，从下到上，看着向旁落下7位手。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经过1位、2位、3位头顶上，打开7位，落小7位，
再来眼睛看着手。姐妹们，你的表情也要带上一点点啊！眼睛往上看的时候，眉毛往上提起，往上看，非常好。吐气，单一脚下的walk，撩腿迈步往前，往后退，所有的 walk 行进步，姐妹们感觉你穿了一条很长很长的公主裙，把你的脚从裙子里面伸出来，再往前走上来啊。抛的 bra 向上，看着手打开，抛的 bra 向前，看着观众。呼吸，看手打开，反方向同样，看手打开，行李向下半蹲，低头抬头，微微向后退，准备加快一点速度，手看着，看着手的方向，把窗帘打开，想象一下有温暖的阳光洒在你的身上，打看向远方，看着窗外美丽的风景，再来一次，打一二三四，合起行李向后退，bra 向前，吐气，抛的 bra 向上。姐妹们，现在是老师第一套舞蹈的动作，第二套的动作了啊。新同学可以先跟着老师单一的动作，感受一下跳舞时候的优雅。眼睛看手打开 ，in the world 的高傲的自信的。姐妹们在做的时候，保持住后背的挺拔。手臂上半身的柔美，再来一次。星月有一点点跟不上了吗？老师的动作是镜面的，右脚右手，行李往后退，同时左脚左手，右脚右手往后退，吐气，呼吸 ，pull the bra 向上。吐气，有我们形体芭蕾的课程，姐妹们如果早上没来得及跟全程的，晚上也可以来补课。侧面看一下西西老师，姐妹们注意身体有一点点的往前倾，眼睛去看脚的方向，收回，但是后背注意不能松啊！看到老师整个腰和后背这个地方依然是直的，屁股往里收住，不能撅屁股往后，收回。准备加手配合，还是同样眼睛看着脚的方向，收回，吐气。脚的方向，姐妹们是在哪儿？其实是顺着你小八字站着这个位置，脚趾尖的延伸线出脚，不是往旁，也不是往正前，也不是往斜前。前是顺着我们的脚趾尖方向出啊。再来 ，pull the bra 向上，带上笑容，是温柔的笑容。收回往前站五位，双脚变成一前一后，后面的脚出点地，收回五位。准备加上后面的动作 ，pad bone 出脚，收五位，往旁迈。往后收脚，前面的脚出，收五位，往旁迈，收。再来加快一点速度，前旁后点地，头的方向都是看自己脚的方向，哪个脚出脚，头就往哪边看。他的 Bow Ray 脚下的布雷舞步。
再来一次，吸，气。新同学可以先不加手的上下起伏，手在鞋下方小七位放好，把脚的位置前、旁、后做清楚，收回，准备再加快一点速度。新同学可以先不加半脚尖，老同学等会儿跟上老师要加半脚尖了啊！前、旁、后点地。老同学加上半脚尖 ，in two， 再来一次 ，in the one， 哒哒 ，in two， 哒哒 ，three， 哒哒，再来一次，收回一位脚。收。